嗨，兄弟们，大家好！羊驼带大家吃羊驼子啊！咱俩采访一个，看羊驼吃着美不美啊？哦，把人活了，已经是那个啥了啊？第三胎人了啊！今天周末，天下第一香，把人活了哦！这个秘密呀、啊！咦，哼，第三胎人啊，九点，宁愿一人吃千回，不愿千人吃一回。不怕产品没市场，就怕产品没质量。哎呀，把人活了嘛！啊，吃个羊驼啊，把人活了。看都看到这里了，给个小小的红心，兄弟们啊！看都看到这里，给个小小的红心。哎，吃个羊肠。嗯。哦呦。嗯。咋香嘛？哎，没什么。嗯。哎，这个还就这个皮鸭子。嗯。这主力就吃没了啊！哎呀，好好拿手撕着吃。哦呦咦！来会儿嘛，嗯，没事，那肉，